好，使用 Web 来连线。当你做完，可以打开 Squarespace， 记得还是要用 Chrome 来开。那它的官网在这里，点上去。等一下，它会跳出一个画面，要你选择我了解、同意、继续。好，记得选完之后，你会发现还是不能用，因为这个积木是使用 WF8266 的积木，不是刚才我们 Arduino 的积木。那你要做的动作是把你的 SB2 load 进来，好 load 进来，你就会发现这是绿灯，绿灯这移开，你一样可以使用这个。好，我们现在用11来做亮灯跟熄灯。好，执行它就会可以看得到亮灯跟熄灯，11个角位它会一亮一灭。好，这边是要0，再执行一次。那我们用起始来看一下我们的结果。好，你会看到我们现在用的是11号是绿灯，刚才是红灯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使用Web 的方式连上我们的这个，除非你有那个 WF8266 哈，不然我们只能用这个 Squash 的 SB2 来做连线。